夕。今天除夕夜要跟大家一起围炉喽！而且今年的民视第一888真的太精彩了，所以我们决定提前30分钟要给大家最独家的幕后花絮，比胖几嘞哦！而且今年天王天后们在民视第一888有很多厉害的精彩大秀，哎，真的不能错过，而且还有好康要送给大家呢！哎，今天我们的一见礼就拍呢，记得在我们民视第一888播出的时候，赶快跟我们的节目画面拍下来，自拍上传到我们的官方粉丝专页，回答问题就可以获得超多好礼。对，祝大家都可以把好礼带回家哦！今年的民视第一888到底有什么精彩的花絮呢？我们 Ready Go！整个毛最多的一组，刚我的毛最多，因为我一直在撞毛。我觉得这支舞蹈真的太性感了，因为一直被毛挑逗，就是可能在走一走的时候，就忽然被你的毛这样子撩一下，然后就撩一下，哦，太性感了，而且露出这个表情，而且大家腰都变好，因为每个人过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对，都要下腰。你们会不会习惯变螃蟹走路？你知道我前两天就是练习完，然后我把那个翅膀已经脱掉了，结果殊不知我进去 Seven 的时候，我居然自己就习惯侧身，然后往内走。我想下意识，我在干嘛？我就直接就是在滑手机，然后我就侧身，我在干嘛？因为我平常记舞的时候，我可能就记动作，然后记歌，然后哪一个歌词配什么弄，但是。姐他们是直接什么什么搓汤圆，然后对分给你糖炒栗子，好多的口诀。我们都不是学舞，可能一年就跳这么一次，对，所以我们都要用口诀来记。那像我是喜欢用一些比较好记的口诀，尤其是食物。老师有排这个舞蹈嘛？对对，可爱，然后是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好难记哦，就可爱可爱洗衣服，啾咪啾咪送给你，可爱可爱洗衣服，啾咪啾咪送给你，而且连老师都被我们传染。对，老师本来在数，来来可爱可爱，来来可爱可爱，从可爱可爱开始。那你们就是这么辣的舞蹈，只会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当然就是在我们民视第一。无重力也不倒翁，是吗？而且像原地这样一直转圈，一直转圈，一直转圈，一直转圈。哎，没有让你们失望吧？太厉害了，真的是惊讶到不行。那我觉得你不觉得我们这样远远看，很像某种东西吗？我刚刚跟阿刚在讨论，像什么？画面上面看的时候，我觉得是整个造型很像一个东西。不就像不倒翁吗？没有，我觉得它长得很像。原子笔的笔头，笔头哦，笔不是有那个，我觉得很像那个我们录眼睛啊，或录精油那个滚珠瓶。我觉得像原子笔头，没有没有没有，像滚珠瓶，明明像滚珠瓶，我觉得像原子笔头，像滚珠瓶，像原子笔头，像滚珠瓶。
Excuse me， 这个其实还需要一点点的核心。我原本以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可是上去之后，你才知道，哇，你要去克服他的无重力，克服他300-400公斤的那个力道，你要想办法 hold 住他。我觉得这是啊，难度很高的一件事。不要往前压，啊，我想办法会往后。好，往前，1, 2, 3，对不对？往后。好。哇。好，你再看哦。哦，再一次。哦。哇。然后大风车。哇，对对，刚刚就是这样，好美，就是这样。观众朋友，这里比较难的是起那个份。天哪。他还可以讲话，起那个份，而且表情还要控管哦。对，表情哦，就是表情。唯一我做不到是帮我停止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刹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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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刹车是很难。就是这个是非常难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云云姐她整个是哇，好烫。对。发热，它后面有一根铁去架住我的重量，让我就是腰部以上可以动，腰部以下是完全不能动的，要撑住。我现在整个屁股两边，对，全部都是凹陷，黑的，辛苦。你们刚刚跑进来说很好看，对，我觉得这句话就够了。没错，因为画面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你看他屁股、腰椎、海边，今天都这么辛苦。对啊，你很内行，你们好内行。对，为什么我的锁膝部会有问题？会受伤，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个蹦极，就是那个弹弹弹那个东西，因为它是那个塑胶的东西，它在你的锁膝部被勒紧，你一直摩擦一直摩擦，你磨了一整天，皮都掉一块了，所以我那个锁膝部两边其实皮是掉的，掉不痛。观众朋友，你应该知道，这种脱皮或者是侧胸，最怕就是遇水，吸，很吸，洗澡超痛哎，不晓得是奇怪家里怎么啊。所以观众朋友，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期待，更希望就是等一下就要7点就开始我们除夕夜最精彩的民视第一发发发，由我侯怡君、侯塞雷带领的一个大秀，希望你们等一下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民视第一发发发，谢谢怡君，拜托，太精彩了啦，除夕大秀，拜托，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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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新来客新来客哈。更厉害的来喽！哦，这一位不得了，他是国际级、重量级的演出嘉宾哎。对，听说他是我们世界百大 DJ 耶。不止如此，他是亚洲 DJ 女 DJ number one。哇，他就是 DJ Soda。而且收达到世界各地表演都造成一股旋风。今天来民视演出，我跟你讲，不只是放音乐而已哦，有独家献礼要给我们的民视第一发发发。啊，听讲你要唱台语歌啊？真的假的？哎呦，哎呦，来看，进来看嘛，第一个。韩文标准吗？너무잘해서깜짝놀랐어요。哦，掌声鼓励，很厉害。YouTube， 第一次来台湾参加
我们除夕特别节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새소유날을대만에서처음보내게돼서너무너무행복했어요。有，期待。这段时间都有看到他来台湾做很棒的表演，是 Welcome to Taiwan。那这边四位女神来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除夕特别节目，这个舞蹈很厉害耶，谢谢，太强了，对，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大家也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们都可以当我女儿啦。没有，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挑战啦，挑战一个年轻人也很喜欢，然后很有活力的舞蹈，而且这次跟 Soda 合作，我发现大家韩文都好好哦，瞬间没有，就是语言其实只是一种桥梁，对，但我们就是用 body language 还是可以跟他沟通，然后聊得很开心这样子。来，大家也分享一下，我这次其实说真的，看到这样的衣服，大家真的超级辣，你看，哇，好美哦，哇，每个人大家都带长辈出来，真的是太漂亮了。我呢，过年要礼貌啊，我就带腿就好了，我就直接就准备腿，谢谢。我也不知道我衣服为什么越来越短，其实上次是被 Soda 激励到，我真的是，因为定妆的那一天 Soda 穿的超辣，然后其实我也不是觉得说我要赢还是什么，因为就是赢不了，人家就是身材就这么好，但我就觉得他好敬业，我就觉得我也好想要就是。认真的努力一次这样子，而且你好敬业哦，因为你连拿麦克风都这样拿，超敬业，不能等到长辈，我们流量遮住我们的流量密码，对，来来来，没有，我已经遮住了，我也没得拉起来啊，这样子，不好看吗？不是，我拉起来还好，拉起来大家想说算了，还是放下来。我觉得这一次最挑战的是因为这个舞真的很快，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放慢了大概0.75，我跳了很久，我自己放慢了0.5，我自己在下一个放更慢，嘿啾，一开始根本都跟不上，脑袋也跟不上，身体也跟不上。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其实舞蹈很特别，是老师帮我们排了很多很特别的走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表演我们真的是花很多心力，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我想问一下 Soda， 我们在台湾过年啊，比如说我们会发红包，我们会吃鱼啊，会代表年年有余。那如果在韩国过年呢、啊？哎，韩国的过年一定要吃什么食物吗？会有什么特殊的传统吗？韩国에서는떡국이라는전통음식을가족들이다같이먹고윷놀이도다같이해요。传统游戏叫做윷놀이。윷놀이。윷놀이。我们也有传统游戏。我们有传统游戏。他们的传统游戏是这样，我们是这样子。爸爸酱，爸爸酱，爸爸酱，你也会吗 ？Together，together，together。再次谢谢五位女神，谢谢大家。是第一，八。于思达，大家好，我是黄兴浩。大家好，我是吴东彦。大家好，我是于浩威。大家好，我是娜娜。耶！这是龙年最新男团房贷中年。等一下，虽然是中年，可是有一位啊，可以把这个平均年龄再拉低一点。对对对。不好意思，娜娜，我们不小心让你也变中年。对。看到你在地上这样子很厉害，你这样学舞学了多久？我学了3年。3年，哇，3年。现在几岁？8岁，所以你5岁就开始在那样叮叮叮叮了，对，哇，那开始转了啦，很厉害。而且你刚刚这样转的时候，转了好几次，你头会晕吗？我已经习惯了晕的。哦，所以在教室下课时间会在后面地板上转，一直转。我没时间了。哦，老师说同学打扫喽，他就开始一直转。他就头上戴一顶安全帽，安全帽上面粘扫把。对。
算是行动的扫地机器人。行动扫地机器人。那我请问你，有没有班上的女生说，哇，我觉得你跳舞好帅哦，我喜欢你？没有，没有。其实是同学呢，还不太懂得欣赏 breaking。你知道刚刚我们录完啊，那边的姐姐甚至阿姨们，都吓到你了哎。对啊，真的。一跳完好帅哦，好帅哦！我还想摆个 pose， 以为讲我们，就要说不是，我们说你好帅哦，大家都在拍他。那这次大哥哥们有没有第一次参加这个民视第一发发发的舞蹈单元的？有有哦。幸好第一次参加这个发发发练舞，有没有觉得很超？超是不会啦，但就是因为太久没跳舞了，将近大概十几年没有跳舞。哇，那真的很久。毕业到现在，对。那陆可多久没有跳舞了？我大概35年没有跳舞。35年，今年35，刚刚好，所以算是处女秀的。对，因为我没有舞蹈底，然后只有每年过年我们会大概练一下简单的舞蹈。对，然后第一次跳这么难的舞。欧彦跟浩威分享一下，因为我平常之前在跳舞都是跳舞台剧、音乐剧居多。对对，所以韩团这种舞要比较硬一点，而且我们四个人都要一致。对，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在磨合的时候，那个感觉还蛮不一样的。我这次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跟他们练舞第一次合练，然后他们就看着我练到一半突然倒地。对，因为我膝盖有旧伤嘛。对，然后那一天不知道是为什么跳在某一个动作，感觉很像一支针扎到膝盖，我就下来了。那我就在旁边拉筋拉了，他们就继续练，然后拉一拉，以为我会再起来，我说没有，老师，我先去看医生。我们那时候觉得是刚成立第一天就要解散了。而且喂，后来师达还跟我说，这五天没来，我们一直在想谁能递补你。对啊，真的找到人，他是最会跳，他站 C 位。没有，我们要看他的位那个舞步。对，然后他说他没有他，那我怎么办？不知道娜娜跟我们跳，觉得我们还可以吗？谢谢，请大家锁定我们的民视第一发发发。新年快乐！哇，还有我们的李子森，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哇，黄飞姐很难得哎，来来来，先跟我们观众拜个年。各位山顶的好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我是黄飞，而且要祝大家年年交等嘞。好，八吉，你接一个，你接一个。大家零零年，零年。好，零年。啊，如果我们直播第一次，你应该不会介意哈。不会。要祝福大家两年行大运，好运平安拢总来呀！对呀，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健康、财富、事业、爱情拢总爱。他刚刚有一个手势啊，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那个 peace and love 的，哦 ，peace and love， 乐，然后它放在这边，龙的脚，所以这是什么龙？这是爱你龙，爱你龙，拜年的时候就妈妈爱你龙，恭喜发财，妈妈就说你喜迎啊，你这龙头就水耶，龙头就水啊，哦，龙头就水耶，今年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我跟你讲，我给你。不是唱新歌，虽然我已经出新的专辑，只要搜寻黄飞新歌18班舞艺，哦，十八班拢会打，18班舞艺是，对，但是18班舞艺的妈妈，我会唱新歌，哦，赶快带来我堆，招牌金曲，是的，但是我还有结合踏舞，黄飞要跳踢踏舞，哎呦，不是，为什么？我刚刚脑子在想，堆的野心，堆丢的野狼。没有，飞机要专心把歌唱，是，所以有的结合国际级的踢踏舞，对，还有打击，还有打击秀，厉害的团队，很棒。那子森呢？我今年是跟那个小花，小花巴奈，我们合作，算是在荧幕上的首次合作，因为他们两个也都很会唱，对呀，都是超级实力派，是，所以我比较担心我自己啊，因为这首歌叫《盛夏光年》哦，对，其实它是也是 KTV 的金曲。
听起来真的不得不要告诉大家，晚上7点钟就要开始的民视第一发，对，一定要锁定，对不对？没错，而且是不是还可以抽奖啊？对，哎，厉害哦！抽什么？抽什么？真的，真的有非常多的好礼，20到30。我要抽非常女的。先跟大家问好，因为待会就要过年了。对然后呢，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尤其民视啊，所有艺人，大家都会陪大家围炉，所以呢，都会精心设计一下。这个造型就是之前很轰动的那个韩国天团女团的造型哦。我这个头发呢，就是现在很流行的染头发。那觉得如果说自己发量或者发质不太适合染头发，你就可以戴假发。过年除夕没有看到凤姐表演，好像没有过到。对，打你过年就一定要看凤姐的表演，操心过年啦。今年有什么亮点？对哦，今年的亮点就是跟瓜哥一起。瓜哥也真的，他其实很会跳的。是哦，他以前是 dancer。对，然后呢，再加上这些年轻的妹，没有，男生，人家笑得也这么跳哎。一定要变得超敬业，对，非常每一次都非常的厉害，而且我们在后面看他的背影，真的超美，好美，超美，第二个现在叫第两天。而且听说凤姐的服装，凤姐，对啊，而且这次凤姐光是一个表演就换3套哦，对哦，跟瓜哥拼了，哎呀。哎，就凤姐跟瓜哥是首次合作合体耶，对不对？对，就是每一年都会大家一起跟大家拜年嘛。是。那表演的话呢，或是合体好像第一次。哎呀，刚刚得盖哦，这千万要期待。锁定哎。有啊，一定要期待一下。因为他一定是瓜哥的正面大。还有你下面的，你控制好。需要帮吗？快点！我走你里面哦，可以了。好，现在准备。好，现在准备。刚掉钢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是台湾最美的欧巴桑，其实不是，他是台湾最紧的欧巴桑，那个钢丝已经紧到不行了，对，很痛吧？超
超级紧、哎。你是女生都同男生都不用活了。自己都说自己我也掉钢丝，我还从那边二楼掉下来了，你这才掉一楼了。不会啦、嗯、，OK， 那你很痛啊。他本来太空人，他连帽子。对，我说那你就找替身。你还叫我戴帽子，我说那叫替身就好了，掉半天。对啊，当然帽子要拿掉了，起了啼笑。还有人更聪明，说把那个镜子拿掉，镜子拿掉也看不出是谁啊。包括你要拿这个时候，还很想一直很想往上戳，对不对？不是啊，因为他下来我就很想戳。你多久了？我觉得大家很辛苦，因为大早很多艺人就开始在那边，每一个艺人都很辛苦了，而且在排练都十几次以上，这次是非常严谨的态度，是我在那边民视23年第一次看到民视肯这样花棚让我们，嗯，开棚要多少钱，一直让我们不断的排练，外面排练室也是监督的很厉害，每一段表演。每个人都练十几次了，我希望大家都表演得很精彩，也代表我们的能力跟美凤，我们龙凤合体啊，因为今年龙年嘛，对对，龙凤合鸣啊，哎呦，哎，快七点了，哎，你要喝了吗？威龙，没有啊，威龙啊，快七点了，一定要锁住民视，收看我们的民视第一，杀杀杀！接下来这个更厉害哦，这一位是国际级，国际级。重量级、国际级、国际级跟重量级的演出嘉宾，好好好，这个有重金礼聘，国际级，直接晋级是什么？国际级。